大家好，我是吃鸡老王。全军出击在2月9号公测了，热度是需要炒一波的。美女主播冯提某在网上晒出一组照片，还配上文字，第一次尝试这种酷酷的拍摄风格，先剧透一波花絮照片给你们。不少网友纷纷猜测冯提某是接到了绝地求生的广告代言，也有人说是网易的吃鸡手游，具体信息还没透露，所以这就不得而知了。而且这次剧照风格也一改甜蜜的外表，穿上了硬气的服装，这样充满攻击性的 Timur 你们会喜欢吗？网友也在评论中调侃道，道具枪这么大，让我们1.5米的 Timur 情何以堪，估计枪都快有人高了吧。面对网友们的调侃，冯 Timur 也是一笑而过，毕竟这样的玩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